高兴有这个机会，那就是以前小时候年少轻狂不懂事，那误入歧途，所以犯下一些案子进来监狱。那进来监狱之后呢，看到监所有这个有这个活动，还有有这种乐器，所以拾回小时候那种乐趣，自弹自唱。所以当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啊，所以最简单的心愿就是回去。假设回去下个月，如果假设回去的话，可以教女儿弹电子琴这样。基本上也差不多这样。